恭请。十善业道经，恭请。十善业道经，恭请。十善业道经，水相赞，先天真水，净洗灵台，杨枝一滴洒尘埃，涤秽消灾，香焚宝鼎，气达先天，微光选鹤皆祥烟，降见此心前，释迦如来，牟尼世尊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东华教主，西域圣师，弃皇宫之富贵，爱雪岭之清高，炼成摩尼珠，光照大千世界，尊居兜率地，得披亿万生灵，大法东披，无不精修波罗蜜，梵呗西来，贤之皈依无上道，登传万世，佛日常辉，法迹千秋，黄土巩固，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释迦牟尼古佛，慈悲广化天尊，十善业道经，本卷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梭羯罗龙宫，与八千大比丘众，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聚。尔时，世尊告龙王言：一切众生，心想异故，造业异义，由是故有诸趣轮转。龙王，汝见此会，即大海中，形色种类，个别否耶？如是一切，迷不由，心造善不善，身业、语业、意业所致，而心无色，不可见取，但是虚妄。诸法即起，毕竟无主，无我，我所，虽各随业，所现不同，而实于中，无有作者，故一切法皆不思议，自性如幻，智者之矣。应修善业，以是所生运处界等，皆悉端正，见者无厌。龙王，汝观佛身，从百千亿福德所生，诸相庄严，光明显耀，庇诸大众，摄无量意，自在梵王，悉不复现，岂有瞻仰？如来身者，莫不目眩。汝又观此诸大菩萨，妙色严净，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。又诸天龙八部众等大威势者，亦因善业福德所生。今大海中所有众生，形色粗鄙，或大或小，皆由自心种种想念作身语一诸不善业，是故随业各自受报。汝今当应如是修学，亦令众生了达因果，修习善业。汝当于此正见不动，勿复堕再断，常见中于诸福田欢喜敬仰，是故汝等亦得人天尊敬供养。龙王，当知菩萨有一法，能断一切诸恶道苦，何等唯一，位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令诸善法念念增长，不容毫分，不善兼杂，是即能令诸恶永断，善法圆满，常得亲近诸佛菩萨及于圣众。言善法者，为人天身，声闻菩提，独觉菩提，无上菩提，皆依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，故名善法。此法即是十善业道。何等为十？未能永离杀生，
勾道，斜行，望雨，两舌，恶口，绮语，贪欲，嗔恚，邪见，龙王，若离杀生，即得成就。十离恼法，何等为十？一，于诸众生，普施无畏。二，常于众生，起大慈心。三，永断一切嗔恚习气。四，身长无病。五，寿命长远。六，恒为非人之所守护。七，常无噩梦，寝觉快乐。八，灭除怨结，众怨自解。九，无恶道不。十，命中升天，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佛随心自在受命。复次，龙王，若离偷盗，即得十种可保信法，何等为十？一者，资财盈积，王、贼、水、火，即非爱子，不能散灭。二，多人爱念。三，人不欺负。四，十方赞美。五，不忧损害。六，善名留步。七，处众无畏。八，财命色利安乐，辩财具足无缺。九，常怀失意。十，命中升天，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正清净大菩提智。复次，龙王，若离邪行，即得四种智所赞法，何等为四？一，诸根调顺。二，永离宣调。三，世所称叹。四，期末能亲，是为四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佛丈夫隐秘藏相。复次，龙王，若离妄语，即得八种天所赞法，何等为八？一，口常清净，幽波花香。二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。三，八言成正，人天敬爱。四，常以爱语安慰众生。五，得胜利乐。三，业清净。六，言无误失，心常欢喜。七，发言尊重，人天奉行。八，智慧殊胜，无能制服，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即得如来真实语。复次，龙王，若离两舌，即得五种不可坏法，何等为五？一，得不坏身，无能害故。二，得不坏眷属，无能破故。三，得不坏信，顺本业故。四，得不坏法行，所修坚固故。五，得不坏善之事，不狂惑故，是为五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正眷属，诸魔外道，不能举坏。复次，龙王，若离恶口，即得成就八种敬业，何等为八？一，言不乖度。二，言皆利益。三，言必气理。四，言辞美妙。五，言可成领。六，言则信用。
七，言无可讥。八，言尽爱乐，是为八。若能回向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具足如来，梵音声相，复次，龙王。若离其语，即得成就三种决定。何等为三？一，定为至人所爱；二，定能以至，如实答问；三，定于人天，威德最盛，无有虚妄，是为三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即得如来诸所受记，皆不唐捐。复次，龙王。若离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，何等为五？一，三业自在，诸根具足故；二，财物自在，一切怨贼不能夺故；三，福德自在，随心所欲，物皆备故；四，王位自在，真极妙物皆奉献故；五，所获之物过本所求，百倍殊胜，由于习时不迁疾故，是为五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三界特尊皆共敬仰。复次，龙王。若离嗔恚，即得八种喜悦心法，何等为八？一，无损恼心；二，无嗔恚心；三，无正诵心；四，柔和至直心；五，得胜者慈心；六，常作利益安众生心；七，身相端严，众共尊敬；八，以和忍故，速生办事，是为八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得无爱心，观者无厌。复次，龙王。若离邪见，即得成就十功德法，何等为十？一，得真善意乐，真善等履；二，深信因果，宁允生命，终不作恶；三，违归依佛，非于天等；四，执心正见，永离一切吉凶以往；五，长生人天，不更恶道；六，无量福慧，转转增盛；七，永离邪道，行于圣道；八，不起身见，舍诸恶业；九，住无碍见；十，不堕诸难，是为十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速证一切佛法，成就自在神通。二十，世尊复告龙王言：若有菩萨依此善业，于修道时能离杀害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长寿无妖，不为一切怨贼损害，离不逾矩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最胜无比，悉能备极诸佛法藏，离非犯行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其家直顺，母及妻子，无有能以欲心事者，离虚狂语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离众毁谤，摄持正法，如其誓愿，所作必果，离离见语而行施故，常富财宝，无能侵夺，眷属和睦，同一至乐。
成无乖正，离粗恶语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亲国，一切众会欢喜归一，言皆信受，无为惧者，离无一语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亲国，言不虚设，人皆敬受，能善方便，断诸疑惑，离贪求心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亲夺，一切所有悉以会舍，信解坚固，巨大威力，离愤怒心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亲夺，素自成就无爱心智，诸根言好，见皆敬爱，离邪道心而行失故，常负财宝，无能亲夺，恒生正见净信之家，见佛闻法供养众僧，常不忘施大菩提心，是为大事，修菩萨道时，行十善业，以施庄严，所获大利如是。龙王举要言之，行十善道，以戒庄严故，能生一切佛法义力，满足大愿，忍辱庄严故，得佛原因，聚众向好，精进庄严故，能破魔怨，入佛法藏，定庄严故，能生厌会惭愧清安，会庄严故，能断一切分别妄见，慈庄严故，于诸众生不起恼害，悲庄严故，悯诸众生常不厌舍，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闲疾，舍庄严故，愚顺为敬，无爱慧心，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，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四念处观，正勤庄严故，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，成一切善法，神足庄严故，恒令身心清安快乐，五根庄严故，身信坚固，精勤匪懈，常无迷妄，即然调顺，断诸烦恼，力庄严故，众愿尽灭，无能坏者，觉知庄严故，常善觉悟一切诸法，正道庄严故，得正智慧，常现在前，止庄严故，悉能涤除一切结使，观庄严故，能如实知诸法自性，方便庄严故，速得成满为无为乐。龙王当知此时善业乃至能令实力无畏十八不共，一切佛法皆得圆满，是故汝等应勤修学。龙王譬如一切诚意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，一切药草惠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，此时善道亦复如是，一切人天依之而立，一切声闻独觉菩提，诸菩萨行一切佛法，咸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。佛说此经已，娑羯罗龙王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十善业道经中。